什么样的来宾让 Alan 如此害怕呢？就是我们的消波怪严宽恩驾到了。瞧 Alan 在开录前一天如此害怕，一连抛出两篇文章要网友帮他集气。但是我说网友啊，你们也好心一点，别一直吓咱们的主持人啦。明天要翻白眼时自己多想一下，等他到时候标记一下坐标。这球迷是拯救软线救回来的呢，等着马祖神像访问他。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。Alan 你罩子真的也要放亮点，我们的节目才录第三集，别让我们以后只能听海哭的声音。